同创立至今已近百年，为华人世界货品代名词，产品横跨数位视讯、数位周边、家电、新能源等领域。经典家电产品大同电锅问世于1960年，便开启了台湾厨房革命，一直以来陪伴着许多人成长，至今市占率已超过90%，属于台湾在地传奇，也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记忆。大同创业精神为正、诚、勤、俭，其中正代表用正直的心待人处事，诚则要以真诚待人，用诚心负责做好每件事，勤意指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，俭即创业的原动力在于即使是一块钱也不可以浪费的坚持。敬请锁定周六晚8点国语一台及9点无线3台的天下纵横谈，大同昨日今日明日同不同。